OK， 整装完毕 ，Let's go Polly。好了，这有点像牵着女朋友走路的感觉，跟着逗的哥哥走了哦。我会带你逛阿亚呢。好了，进来我们的 Ayana Rock Bar 了。哇！太美了啊！悠闲的下午。两个路色，其实附近有很多美女，像后面这一桌就是一群日本人，它前面呢也是有日本人的。其实我们现在是被女生包围，还是看我们这一桌两个人？三小。你看这边那么漂亮，随便照都可以，很漂亮。我们刚刚讨论说，如果未来交女朋友的话，直接带来二刷，直接来。这边真的是完美集散地啦，对不对？就你想拍什么，一大堆人穿那种很漂亮的那种裙子，跑裙啊，或者是那种大裙子，直接待在这边一整天。他们真的可以狂拍哦！我跟你讲，正在看我视频的男生，如果你们想要好好的放松，同时又要带女朋友，可是又觉得带女朋友很麻烦的话，带来直接来这边，他直接一天这边直接搞定，来给你们看现在的 view， 你看，超美的，随便拍都好看。现在回到房间整理服装旅游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巴厘岛这边的钱。来到这边呢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，甚至千万富翁，甚至亿万富翁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币值比较大，就一张就10万了，一二三，30万，然后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00万在这边，你马上变成百万富翁。100万换算台币大概2200左右，所以你想要体验百万、千万、亿万富翁，欢迎你来到巴厘岛，把你的钱换成印尼盾，你就直接变成大富翁。Let's go， 下一站。